充电五分钟，通话两小时。OPPO 拍照手机老学院，请紧关注本期看点。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表演毕业班，武汉体育学院健美操专选毕业班。我是我们这届长得最丑的，太谦虚了。我是我们班里最矮的姑娘，1.77米是最矮的，但是我是最美的呀。我是全校腿最长的。你好。你的腰都到欧弟的肩膀了，不至于，真的至于啊，韩哥。你们没有觉得我特别温柔啊？是的，我就是班级里最温柔的那个女生。他平时的性格是有点倔，但是因为我性格特别好，所以我们相处还算融洽。跳舞对你的这个气质的帮助大不大？他从小就是有点驼背，然后就通过治疗。通过治疗。三吧 ，Oh yeah， 哎呀，伦巴是拉丁舞里面最激情、最性感的舞蹈。对，哦耶。哎呀，哇哦，转圈，再转，你何必呢？何苦呢？走，黑熊，哦，好啊，停。换边换叶，好漂亮，叶 good good boy， 然后跳舞瞪他瞪他。我们最帅的班主任，其他系的女生都特别羡慕我们班，因为他真的好帅，这么帅。不得了了，哇，真的好帅哦，真的是帅。哎呀，你就练这个，你是干嘛？丢人的，丢，我是丢人的。峰哥，你别紧张，人家是专业丢人的。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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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托马斯，哇，黑手，黑手，哇，这我可以，这可以啊，你来吗？这我可以，来来来，哦，木乃伊，木乃伊，我这个表情。